对，大家一定要解脱，好不好？解脱在你的心里面，解脱在你的心里面，因为呢，罪从心生，心灭则罪灭，这才是真实的忏悔。在内心里面，阿罗汉就是达到无生法忍，不起心动念，就像目犍连他证阿罗汉，被打成肉酱，他也不怨了，他只有惭愧啊。我的业障现前，更对佛陀惭愧啊，所以赶快要到佛前，死之前要跟佛陀忏悔啊！我不能一直跟着佛陀来感恩佛陀，我居然要比佛陀早入涅槃啊！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因为深信因果的人，所以但是阿罗汉那当然会这么强调忏悔，因为阿罗汉想说我入涅槃什么痛苦就没有了。那菩萨不一样了，菩萨你生生世世要来轮回，现在看到旁边有穷人，你口袋居然没钱，那就代表你很惭愧，过去福报没修好，对方这么苦，我怎么没有力量帮助他呢？对方这么烦恼，我也没有办法调伏对方啊，自己要升起这个惭愧心而精进，所以就是要对轮回的根本来自于贪嗔痴。乃至因为贪嗔痴造的业力，让我们轮回不已，所以要有绝对的出离心。当然，对轮回的痛苦要有恐怖心，才会升起出离心而虔诚忏悔。但是自己解脱轮回，那不是修行的重点。佛陀是生生世世为报父恩、为报母恩、为众生说法、为让众生成佛而来示现。所以大乘的，乃至佛陀的一乘教法，就是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都可成佛，而不是光解脱轮回。所以佛陀要所有的解脱的阿罗汉要回向向大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面，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些阿罗汉都被佛陀的感化而发起菩提心。佛陀受记在未来世什么样的世界、什么时间成佛，叫什么名字，就是鼓励这些已经解脱的阿罗汉，要发起利他的菩心，成佛来度众生，这才是对佛陀最大的供养。所以要升起第七个来，对众生有大悲心。这就是入大乘门了，因为众生都是母亲，母亲在轮回受苦，我们有什么好的为个人解脱呢？当然有人会问说，那对众生有大悲心，难道自己痛苦就不管了？但是时时刻刻忏悔业障，时时刻刻思维无我的空性，你就可以超越。但是呢，意念的众生苦，但是光对众生有慈悲心，看到那些老人生病、那些穷人，你光有慈悲心掉眼泪有用吗？所以既然你有一大悲心，就要发起来为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，所以看到众生苦升起大悲心，所以自己也一定要决心成佛，而且各位要越快成佛也好，最好能够一生成佛，当下成佛，不离佛性。然后你只要一直时时刻刻不离开菩提心，但是讲到菩提心，就包含了前面所讲的每一份心，惭愧心、报恩心、信心、孝顺心、因果心、出离心、大悲心，这个都不能离开的，而不是说我要修菩提心，但是前面都没做。甚至有些人说，我每天打坐看经典，我不需要去扫地，我何必做义工？我不需要去布施，我也不用忏悔。那你只是研究文章而已啦，研究学术，那菩提心跟你没关系啊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发起菩提心，那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，将来才能够成佛。但是你要成就菩提心，那你要把所有前面的因果心、出离心、大悲心，真实去实践。一个发起菩提心的人，看到众生在受苦，他很惭愧，越惭愧，但是他会用各种方法来生命去帮助对方，也要感谢对方，让他成就菩提的资粮。所以我一直引导各位不断的慈悲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叫慈悲自业啊。所以我常跟很多我们出家在家菩萨记住，我们叫慈悲自业，不是现实事业。不要谈钱，不要爱面子，
路边都可以办法会，殡仪馆也很好。那一天我们跟湛勇法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，感谢湛乐法师。我们去供佛斋生，隔壁十分钟有一个大坟墓场，我才知道原来巨蛋也是坟墓场。远远看，哎呦，那个大坟墓是怎样？师父那叫巨蛋呐、啊，那就盖在坟墓场中间了、啊，那时候是没有人敢要去的，所以就会盖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要去那边做大烟供，点万灯万水，啊，在斋生法会以后，感谢湛乐法师的慈悲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桃园就不用搞道场了，那个多好，而且两个管理员又看生命电视台，因为就怕鬼的啊，管坟墓的一定要看生命事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取名叫生命电视台，其来有缘的，我哪知道原来我们是在搞坟墓的啊。所以有上回有一个外国人来带他去行天宫，哇，海涛法师你搞这么多事业啊，因为前面都写的生命礼仪生命工作啊。我说对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、啊、你要负责去超度了啊、所以我想各位要发起，那既然发起菩提心，怎么圆满菩提心？那你一定要来消除我执，思维空性啊。虽然你有悲心，你想要帮助众生而发起菩提心，那各位一定要去行波罗蜜。波罗蜜的目的是借由利益众生来断除悭贪伤害嗔恚善乱懈怠执着，不然你没有办法成佛啊。所以既然发起菩提心，就要时时刻刻不离弃众生的。就像我去读佛学院，我师父说第一名没有用啊，不离大悲心的分分秒秒那才有用。所以我也跟很多我们藏传的堪布格西说，赶快要跟他们讲，不要为了格西来这个佛学，是为了成就大悲心菩提心。没有大悲心菩提心，不要给他位置，你给他格西堪布就害了他啊！不要为了追求我要读完这本论，我要背完这个论，我要得到这个学位，我要从佛学院毕业，我要出国得博士，但是你却失去了大悲心菩提心。所以我就跟这些法师说，我看看我的思想啊，在台湾这些法师跑来跑去弘法，都不是佛学院毕业的。那不是佛学院有问题，而是说你的动机要抓好。就像各位今天来，我们身为法师有责任要告诉各位来受八关斋戒的动机是什么啊。就像有些菩萨，师父我来里面做义工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在家里没事干，然后你千万不要来啊，你在这边制造我们烦恼，你在家里没事干啊。所以就像说，师父我来出家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？我跟家里合不来，那您千万也不要来啊。我最近没钱，那这些你来出家干嘛？制造我们的痛苦啊！啊，所以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啊，你只是、无聊嘛，中午就来干嘛？你们这边有饭吃啊？啊，那你的动机不是为了要来服务众生，也没出离心。所以既然各位要发起大悲菩提心，那你要了解意念众生苦，为了众生苦不能想到自己，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帮助众生。讲空性不是用嘴巴讲的，是用生命去讲的。不然有些人讲的啊，口沫横飞，恭维弄为看戏啊，但是你一点感受不了他有一点悲心爱心啊，他是数落我们的缺点。所以我想就像一个父母爱子女，父母爱子女谁谁要骂他，但是他永远都关心着对方啊，在以这个悲心不舍弃对方来引导对方可以。所以我想社会越进步啊，这一点就越糟糕。因为社会的进步，各位你去餐厅看看，你去车站看看，每人一部手机，这样现在的行业要来做按摩最好了，对不对？他的脊椎一定有问题，他的眼睛一定有问题，每个人都在搞这个，那这些里面哪有爱情呢？对不对？他只会刺激你的欲望，但是你们得不到安定。为什么？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众生之间慢冷漠掉了，冷漠掉了。甚至因为现在重环保啊，所以不能养狗不能放生，不能怎么样，慢慢鬼鬼卖修金爪，对不对？不能烧香，那人人信仰的能力都没有了。
我没有点香，我怎么跟佛菩萨沟通呢？啊，因为这是他的习惯呢、啊。我没有烧金子布施，我怎么可以跟鬼沟通呢？总要有一个行为表示啊，啊，透过行为来训练我们的心。但是因为文明进步以后，这一点就像我们有很多美国朋友啊、欧美朋友来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们人没办法做了。就像嘎谦仁波切给我说，我烟供啊，你烧一根，不是我就烧一根指头这样的，还没念完，已经香没有了。啊，也没办法，你稍大一点，人家就找你啊。所以，就像我昨天有个朋友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在台湾布施多好，我们去美国不能布施，你拿便当给他吃中毒，他告你。啊，那我说那怎么做？那没办法做啊。啊，你要做很多细微，那你拿给他钞票太少，他不高兴。啊，那就不要做最好啦，免得麻烦呢、啊。啊，就像印尼也一样，师父不要开车门，万一被抢怎么办？我说旁边有穷人，不知道他是不是穷人，搞不好人家要带枪啊。啊，那这个末法五浊恶世，你要做善事都有问题了。所以各位，台湾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要爱惜台湾。啊，政府做做，我们念念，随便了、啊。什么事情好商量啊？情理法，你再不烧金子，高速公路那个纸车都会冒火的。啊，修淡薄啊，但是至少我们保留这个文化，没有这个文化，那我们也要找到真理不太容易的。所以，那各位刚刚讲的这几个心是我们的一个发心，那如何来圆满前面这几个心呢？那有两个重点，来安忍心，念佛心啊。所以各位呢，你一定要忍住。你没有忍辱，那你就没办法修空性大悲心、菩提心了。啊，照顾爸爸妈妈要不要忍辱啊？要忍啊，要忍。度众生更要忍啊！啊，虽然我们道理都知道啊，你脾气不好不行，啊，耐心不够不行，懒得思维哦，下课睡一觉。啊，像那一天我们年轻人说：“师父，我吃饱饭都喜欢躺一下。”啊，那我们吃三餐不是躺三次？习惯、躺一下，啊，他躺一下就睡着了，啊，下回我们八关斋戒躺着好了，啊，变成施身法，啊，所以那这就是说，虽然你发菩提心，我要发心，就你喜欢放逸躺一下，懒得思维空性，懒得思维众生苦都没办法。所以忍啊，念一下，生忍、法忍啊，所以这个生忍包括对环境、对众生，你都要忍啊。所以环境的变化乃至众生的侮辱，法忍，那你各位你要剔察法忍，你要去思维空性，就像打坐，打坐是不是找自己麻烦啊？本来就找自己麻烦，垮了睡觉多好了。啊，脚又酸，腰又酸，强迫你的思想要去定在某一个点，思维大悲心，思维空性，啊，思维呼吸，困不困难啊？我发觉我们台湾人就是喜欢参加法会，不喜欢打坐，很麻烦。但是佛法是心里面用功的，啊，你不是心里面你念阿弥陀佛后你不观修，那功德少一点，啊，变成唱歌了。啊，唱得很快乐，唱到哭很快乐啊！师父，我很快乐。你自私，你哭干嘛？你要想众生苦，你有道理啊，感动。因为你没有，你要用心去思维六道的苦，六种光，六道如何苦，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维。六道都有佛性，都是父母，那你要去思维。啊，这禅修是让我们专心，然后我们看到真相，要止观。那各位一定要花时间，你不花时间。会很粗糙，生命做事会很粗糙，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喜欢去德国、日本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民族还真很禅修啊，啊，在美国、澳洲还有点浪漫不禅修，啊，但是他们做什么东西，做车子、做药、做眼镜，我们都要指定蔡司的哦，日本要什么和美的哦，顺便广告，啊。因为他们用心了、啊、
这也是一种禅修的好处。